創新製造，創新園。各位尊敬的來賓，科學園和創新園的朋友，工業界的朋友，咁多位傳媒朋友，仲有就係線上收睇嘅觀眾，大家好啊！我係今日嘅司儀 Melody， 非常之歡迎咁多位參與今日嘅創新園進一步創新製造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嘅啟動禮噶。香港科技園公司邁向20週年，繼上年11月 InnoPark 創新園啟動，標誌住位於大埔、元朗同埋將軍澳三個工業村重新定位成為創新園，咁實現 Innovating Tomorrow 進一步創新製造嘅願景之後啦，我哋相當之高興，一齊可以見證住位於將軍澳創新園嘅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嘅一個啟動禮噶。作為香港推動再工業化嘅旗艦項目，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是亞洲首個跨行業融合了自動化和智慧物流服務的先進生產設施，以支援企業高增值發展以及定制生產為一個目標的。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工業的最新發展方向，我們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為我們就香港工業新篇章從研發到落地到工業作出分享的。有請查博士。Alfred，各位工業家、創科朋友、年青人，大家好！我好開心今日是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的啟動。多謝查主席的分享。正如查主席所言，香港的再工業化必定前景無限，為創新科技發展寫下另一篇的新篇章了。今日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先生擔任大會的主禮嘉賓。我們現在有請薛局長為我們支持。Sunny、Albert， 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好高興今日能夠參與先進製造業中心的啟動禮，多謝各位。多謝薛局長。在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的再工業化令人十分之期待，希望大家都會同我們一起去見證努力的成果。而作為推動香港再工業化旗艦項目的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即將啟用，大家今天雖然未能夠親身到現場了解，但是這個令大家這麼期待的項目，我們現在就透過以下的短片去介紹，率先為你解構當中的奧秘。看完短片之後，相信大家對於 AMC 和創新園進一步創新製造的理念都有多一些的了解了。接著下來，我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先生和我聊聊天，為我們詳細介紹 AMC 這個多層高效能專用工業大廈怎樣可以吸引到高增值科技產業的。有請 Albert。Hello，Alba，AMC 咧亦都將會成為香港創科生態圈嘅重要一環嘅喎。咁其實你又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即係講解一下咧呢個香港嘅創科生態圈而家嘅發展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好樂意見到創科生態圈嘅茁壯成長。咁過去幾年裏面咧，單單喺科學園裏面咧，已經有三個獨角獸出現，其中包括剛剛上市冇幾耐嘅商湯科技啦，同埋成立咗18月之後就已經成為獨角獸嘅 SmartMore。以及在亞洲以及拉丁美洲很多人都認識的拉拉姆火拉拉，過去四年科研裡面籌集的資金投資案例呢是超過220宗，超過680億港元。在生態圈擴展方面呢，香港現在是亞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我們還建立了香港最大的研發社區，科技園裡面有超過17000人，其中11000人是做研發專業的人員。明白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其實咧，創新園咧喺研發至工業嘅呢個進程上面咧，其實係擔當住一個相當之重要嘅角色啦。咁其實我知道喺上年咧呢個創新園起動之後咧，其實有冇見到啲咩轉變咧？我哋個方向最主要我哋叫 out to I， 由研發到創新製造。咁科技園大家密切期待。好開心啊！頭先 Albert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AMC 點樣幫助擴大創科生態圈嘅願景啊！
除了 AMC 在 InnoFactoring Tomorrow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之外，在去年的11月正式啟用位於大埔創新園的醫療用品製造中心 Mass Center 亦都擔當另外一個舉足輕重的再工業化使命。咁而家啦，不如一齊睇睇香港科技園公司再工業化高級總監姚興亮博士同埋一班喺 Mass 度打拼嘅創新者分享啦。科技園公司喺2016年開始喺三個創新園發展高效能專用工業大廈，香港經濟製造更高嘅價值。唔該曬姚博士同埋幾位創新者嘅分享。創新園除了有醫療用品製造中心 Mass Center 為再工業化作強大的支援之外，今日亦將會有新的成員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強勢加入。接著下來將會舉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為 AMC 啟用正式揭開序幕。現在有請這麼多位主禮嘉賓，有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女士、創新科技處處長潘婷婷女士、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再工業化高級總監姚興亮博士。我們現在有請這麼多位在三、二、一之後將手放在標誌上面，寓意大家攜手啟動創新園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祝願 AMC 發光發亮。準備三、二、一。創新園進一步創新製造。恭喜曬！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正式啟動，令創新製造更邁向新的一頁。多謝曬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咁而家接住落嚟啦，亦都有請大家影翻一張大合照先啦。各位來賓，今日嘅創新園進一步創新製造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啟動禮到此已經圓滿結束。再次多謝咁多位嘅嘉賓同埋線上收睇嘅朋友，非常之期待喺下一次嘅活動同大家再次見面，拜拜。各位尊敬嘅來賓、科學園同埋創新園嘅朋友、工業界嘅朋友、咁多位傳媒朋友、線上收睇嘅觀眾，大家好啊！咁我係今日嘅司儀 Melody 啊。歡迎這麼多位參與今日的創新園進一步創新製造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的啟動禮。香港科技園公司邁向20周年，